在立委蔡适应以及市议员们和基隆市政府公务处副处长、教育处科长以及校长等人陪同下，内政部长林佑昌在建德国小外面了解视察即将进行的建德国中小通学步道改善计划以及长庚生活圈人行环境改善工程，并且在建德国小内听取基隆市政府公务处对这两项工程的简报。原则上拓宽现有人行步道，在不影响车辆行驶安全上缩减车道宽度。人行步道环境上面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宽敞，比较不适合行人来做通行。那我希望说把适度的缩减车道的宽度的空间，然后呢挪给行人做使用。啊，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呢周边可能在车道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公车停放停靠的问题，或者说家长临停那个上下课不上下学童的问题。那我们希望说也透过一些公车弯或是一些临停的一些设计，那希望说能够让这样的设计呢让公车停靠或者说家长接送呢能够更方便，然后也不影响到主线的车流。这两项计划由中央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前瞻计划核定经费补助82%，基隆市政府自筹18%的配合款经费，两项计划总经费高达8500多万元，顺利的话预计明后年将陆续完工。包括市议员张之豪、洪森勇、郑文婷、施伟正以及吴华嘉和立委蔡适应都对这两项工程提出建议，希望可以如期如职做好。而内政部长林佑昌也相当关心这两项计划，强调钱不是问题，建议市政府公务处施作前应该把这两项计划一并整合规划，因为这两项改善工程的地点是连通的。这个虽然是两个案子，然后是两笔不同的经费，不过希望你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案子来做整体的规划。那经费不是问题，好，那你们在接下来进行细设的过程里面有什么需要再把它加进来的，好，我想这个部里面跟国土署我们都会来支持。林佑昌也表示，基隆冬天多雨，施工时一定要选在春季和夏季前，进度才不会落后。先前麦金路做示范道路时已经有一定的规划基础，建议市政府过去有好的经验可以延续用在这两项工程计划中，不用再有什么天才的规划做法。我觉得整个规划设计一定要注意那个细节，那过去都有经验了，不要让新的规划设计单位又自己会那个发挥天才，然后又想一堆那个自己的一些想法，不需要。有好的过去有好的经验，就是直接参考直接来运用。不过骑乘还是要加紧，还有要请那个规划设计单位时间要抓好，因为基隆能够基隆冬天就是会下雨，那你一定要在春季夏季之前你一定要动工，然后把握住那个基隆好天气的这个时间，才不会又到明年的冬天的时候施工上面又会受到影响。另外，林佑昌再三强调，中央现在经费充裕，明年之后还有4年400亿元人本环境改善的计划，提醒基隆市政府务必整体规划争取。明年之后呢，还有一个4年400亿，也就是1年100亿，的一个这个环境改善的一个计划，就是人本环境改善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请基隆市政府也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过去我们通常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不然就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现在中央的经费非常的充裕，希望市政府这边一定记得整体规划，然后尽可能的让整个通行的环境能够被这个全部解决掉。所以以前可能会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所以到了某个点的时候就后面就没做了。等有钱的时候再来做，现在不要这样子，现在就是尽量依原本已经有的成果，比如说麦金路已经改善完了，接下来你改安乐路二段，对不对？安乐路二段，然后接下去进去那个安和一街，那就是让它变成一个系统，到最后是全部都能够改善完。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